工作伙伴，首先我们针对这次平安号演习的天气推演，近年来我们不管是极端气候或者是各项的天然灾害，全球各地都出现不断的案例，包括我们都观察到有一个趋势，就是在各项的灾害发生都朝向规模不可预测以及复合性的这个发生，甚至各项的灾情包括死伤程度都超乎我们各个国家跟各个单位原来的这样的一个推估预期。我想从有一名民众受困，这些民众立即将人员救出，并由关怀医疗组人员进行简易包扎止血的动作。